安。哎呦我的妈！请问你怎么看待男人呢？想钱想女人的男人才是正人君子，那些不敢想不敢做的都是废物。人呀，该坏的时候就得坏一点，好人当久了，别人就会说你是怂包。哎呦我的妈！请问北方和南方的区别有哪些呢？北方屋外比屋里冷，南方是屋里比屋外冷。在南方六个人最少得点十二个菜，不然你都吃不饱。在北方六个人最多能点四个菜，撑破肚皮能吃掉。在北方买菜论斤论堆论筐，在南方买菜论个论根论两。南方大蒜属于配料，扒拉了扔锅里。在北方大蒜可以是小菜，直接扔嘴里。南方喝酒论杯，喝得越慢酒越贵。北方喝酒论香，喝不了都不好意思退。广东土豪背心拖鞋夹个包，拎串钥匙插个腰。而在东北呢，大金链子开霸道，有钱没钱都穿貂。哎呦我的妈！请问为什么我的亲戚和我不亲呢？因为你穷，或者是没有利用价值。为什么那么多老年人还在工地干苦力？因为他们的孩子无能啊，不得不干。为什么婆婆会嫌弃儿媳不孝顺？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他们的儿子导致的。有本事的儿子没有一个儿媳不孝顺的，因为他们不敢。你知道你最丢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？是你借钱的时候。